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板上志愿的最后一部。1904年12月，旅顺被攻陷之后，停泊在港外的联合舰队急需回港休整。第一舰队前往乌市，第二舰队返回佐世保进行休整，几乎所有舰只都已严重受损。如果不尽快维修，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后就会处于被动局面。1905年1月，辽阳会战后，日俄两军在盛京与辽阳之间的沙河地区互相对峙。由于前期日军的消耗非常大，为补充兵员，日本在国内进行了总动员，但仍不能根本改变兵力对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日方决定在沙河地区转入防御，等待第三军尽快从旅顺解脱出来，北上增援。同时司令部命令秋山豪谷的骑兵旅团深入俄军后方，切断他们600公里的补给动脉，这样就可以一举打破目前双方焦灼局面。骑兵旅团在沙河一带侦察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俄军大量骑兵在运动，他猜测俄军会发起一场大的反击行动。但是当司令部看到秋山的报告之后，他们觉得俄军不会在寒冷的冬季发动攻势，可能会在春天。秋山的第一旅团这一处的防守只有8000人，实力却异常薄弱。如果俄军从这一方向发动攻势的话，秋山担心到时候会抵挡不住。果不其然，1月25日夜里，穿插进来的俄军骑兵突破了日军的前哨阵地。秋山豪谷终于等来，要与世界首屈一指的哥萨克骑兵团一决雌雄。但是由于俄军的数量较多，骑兵旅团只能下马抵御俄军的进攻。俄军的火炮异常凶猛，防守的日军不断的被消耗掉。此时的司令部也无兵可调，大量兵力被牵制在中央位置。由于秋山豪谷的部队誓死抵抗，俄军一直未能突破防线。但就在他们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俄军突然撤兵了，日军这才度过了一次大的危机。要问为什么俄军会突然撤退，可以找度娘自行脑补一下。1905年2月20日，联合舰队休整完毕之后离开佐世保港。同一天，在烟台的满洲军总司令部汇集，为奉天之战召开了军事会议。大山岩集结了25万人，决定进攻已经集中在奉天的37万俄军。大炮的数量，俄方有1200门，日方有990门。如此的兵力和火力会在100公里的战线上展开对决，也将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空前规模的大战。在1905年3月1日这一天早晨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乃木的第三军负责进攻俄军的左翼，然后迂回到俄军背后发起对右翼的攻击。这一行动完全出乎库洛帕达金意料之外，他立即将右翼预备队42个营调取加强左翼，而这正是大山岩所求之不得的。这样在主攻方向上的俄军右翼就会出现漏洞，声东击西，扰乱俄军的判断，然后再趁虚而入，突破俄军阵地中部。于是而玉命令秋山豪谷的骑兵旅团支援乃木的第三军，进而破坏俄军的铁路线。3月2日的奉天会战更加激烈，即使日军的兵力要想反包围俄军并没有那么容易，但是大山岩和儿玉就是要打破这一常规，让库洛帕德金误以为日军还有预备队。这一行动计划也让日军陷入了艰难的境地。另一支的秋山豪谷骑兵旅团已经穿插到奉天火车站附近，俄军这时也发现了他们。于是库洛帕德金认为如果铁路被切断，全军就会陷入困境，接着他就下令全军撤退至浑河一带。他的部下建议再和日军战斗1到2天，因为这时的日军可能支撑不了多久了。但总司令依然要全军撤离奉天。正在日军举步维艰的时候，俄军终于撤离防守的战线，这让日军非常疑惑。明明是俄军快要打赢了，他们这时却撤退了。这一戏剧性的演变又让日军占了一个大大的便宜，也就是秋山豪谷的骑兵旅团扰乱了俄军司令部的作战计划，这才使得库罗帕德金下令撤退至铁岭。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会战，俄军的惨败
导致库洛帕德金被撤职，降为满洲第一集团军司令，远东陆军总司令职务由李涅维奇继任。奉天会战后，沙皇政府仍不甘心失败，继续向远东增兵，同时寄希望于从欧洲海域东调到波罗的海舰队。1905年4月8日，波罗的海舰队到达进入远东之前的最后一个拐点，新加坡海域。他们前往目的地海参崴有两条路可选择，一条就是途经对马海峡，另一条就是经过金青海峡和松谷海峡。但是日本能迎战俄军舰队的舰艇只有一支联合舰队，他们无法做到分兵两处。秋山真之认为波罗的海舰队会选择对马海峡这一路，于是联合舰队准备派出73艘非战斗船只在日本海监视俄军舰队的动向，但也不排除波罗的海舰队会走另一条线路，这让当时的联合舰队陷入两难，最后还是决定在对马海峡附近和日本沿海集结待机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秋山真之计算的时间在这时波罗的海舰队应该会到达，但现在一条船的影子也没有见到，所以他开始担心波罗的海舰队已经选择了另外一条线路。于是他会同参谋长一起向东乡建议做好前往金青海峡伏击的准备。联合舰队这一请求被海军大臣山本全兵卫批准，因为一切作战都交给了东乡平八郎，即使有意见也只能遵从东乡的决定。在最后联合舰队的会议上，曾担任东乡的参谋长岛村素雄，他认为波罗的海舰队会从对马海峡经过，在没有新的情报到来之前还是不要北上的好。随后他和秋山真之一起见了东乡，东乡也认为波罗的海舰队会经过对马海峡。时间来到了1905年5月27日，俄国舰队通过日方第一道海上警戒线，日方侦察舰在远距离上进行不间断的跟踪监视，并及时用无线电将情况报告东乡。终于日本联合舰队等来了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到来，联合舰队出港之前把所有堆积的煤炭全部扔到海中，因为过于沉重会影响战斗。此时的日军精神焕发，休养生息，等待疲惫的波罗的海舰队的到来。东乡的三笠舰升起了 Z 字信号旗，皇国兴废再次一战，望诸位愈发奋力御敌。东乡命令舰队以 U 字形展开队形，日本战时称之为敌前大回头。转弯时日本舰队处于俄舰火力威胁之下，而且相当一部分舰艇无法回击，这个动作在当时海军战术上是违反常规的。但这时俄国舰队正处于变换队形的混乱之中，俄军总司令罗日杰斯特温斯基虽然下令开炮，结果形成盲目射击，浪费弹药，并且丧失了战机。日本舰队完成了转弯之后，首先集中火力猛攻俄国舰队的旗舰，举全部火力攻击俄军的舰首前锋，再击破第二、第三艘敌方战舰。这是秋山真之在训练战术当中总结出的战法。而这一天的天气非常好，波浪又高，对于俄军战舰大为不利，他们的射击精确度无法展开，但对于日军的联合舰队则大为有利，因为他们做足了充分准备，在舰船急剧摇晃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做到对敌舰精准射击。此时的俄国战舰也在全力猛攻三笠舰。海战开始半小时后，俄舰总司令的旗舰苏沃洛夫号被迫退出战斗，他本人也负重伤。当天夜里，东乡又出动37艘鱼雷艇和21艘驱逐舰对残余的俄国舰队实施鱼雷攻击。28日晨5时许，涅伯加托夫率领仅存的少数舰只向海参崴方向逃跑，9时许遭到日本舰队围攻，涅伯加托夫开始悬挂白旗，继而悬挂日本国旗投降。这次海战波罗的海舰队除3艘逃往海参崴之外，其已全军覆没，舰艇损失总计达27万吨，这比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日德兰海战双方损失的总和还大，人员阵亡4830人，被俘5917人，日方只损失鱼雷艇3艘，人员阵亡仅117人，伤587人。日俄战争不仅是对中国神圣领土主权的粗暴践踏，而且也是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蒙受了空前的浩劫。日俄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东北地区上进行的，可是清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，日俄两国军队在战区和中立区违背中国宣布的中立项目，奸淫烧杀掠夺财物无恶不作，
20000中国人死于战火，财产损失折应6900万两。好了，板上之云全部内容到这里结束。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